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其实之前到现在真的是有三部曲。之前我就讲过了，就有一个人他一直障碍我来修行。这个身边的人，但是不是我先生，因为我现在是很成就我，说真的，就是家族的，然后他也是关心的。我之前有分享过，他总是讲一些很负面的话，然后很负面的话，然后还要加恐吓，就是你看谁，因为真的坊间很多嘛，很多那个不如法的一些宗教哈，让他们在报纸上、电视上看到这些负面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一直告诫我，你要小心啊，那些什么，以后改天你换你上电视，对。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哈，虽然他这些话我都把他当成是当然障碍我，也是鼓励我，让我有一股压力可以前进。现在我是要来感谢他，然后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也是看着我在走这一条路，然后我有把每个礼拜定出，我比如说我星期二我都是上课的时间，哦，你们都不用找我，这样子我已经有这个模式出来，礼拜二或者礼拜六我发书什么他都知道了，他常常抱怨，哎，找不到我什么这些事情。但是后来他们也习惯了我这些时间不在，然后这个习惯之后，他好像渐渐的有一点认同我的这些修行跟我的这些行为。在他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是一个应该算是我很大，然后也是很有主见的人。然后因为他是算我的长辈，然后我们都挺他，都也没有在就他讲的说的事啦，好。然后他的一切，他不会把不好的事情告诉别人，所以他身体有出的状况，他完全不告诉我们。好，他这个状况，也蛮严重的。第一个，好，有一个癌，好，然后他开刀了，然后后来。过了不久，又第二个这个事情，他完全都没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从旁知道了，好，我们就尊重他，然后就在从旁关心他。那因为知道他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我就进一步的帮我们的张马介绍给他。其实这个书他已经拿很久了，都没有看，但是只要张马的什么东西我给他，他都非常愿意拿。哎，我觉得这人还是有救的。我应该要慢慢的像老师一样的这样子给我们循循善诱，敦敦教诲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好像时候到了，就在过年前，我就有次机缘就告诉他说，你请你看这本书。好，然后他有这次就有答应我说回家他要看的，结果他看了，我请他，我有听人家讲说，第一次翻开那一页就是会跟你目前的境最相应的，我请他试试看。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，你翻到那一页写什么，他说我已经忘记第几页了，他就讲健康啊，哇，就这么准。好，其实我心里就马上自己知道说，啊，这很相应的，虽然他不告诉我他的身体出状况了，可是他就轻描淡写跟我讲，我翻到那页就在讲健康啊，这样，你看是不是我们的超马真的很相应？所以说在这个相应之下，他好像越来越想要看这本书。然后在他看这本书的期间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家嘛，找他来上见面会。然后上课的时候，其实说真的，他要上这个课，他也有很多障碍。他的障碍不是我能解的，每一次都会碰到，啊，他有什么事有什么，又不能来。当然，我们一定不能放松，一定要在家里。然后我就继续再邀约他，终于把他邀约到。然后他邀约来第一次，好，
就我请他分享，就是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其实请他分享真的是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请他自我介绍一下，发现他感动了，自我介绍都快要掉眼泪了。那个情景，因为我先生就看到，我先生就跟着掉眼泪。我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状况，然后他就要把那个外表编出来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其实他在这个环境里他是有感受的，然后就第二次再掉眼泪，真的掉眼泪。啊，这一次因为六月十五号我们有这个音乐响念，还有老师的课程，我通通邀约，他通通加入。连那个六月十六号的他都愿意加入，愿意参加，我就觉得哇，他真的有感觉了，或者是说这一步至少已经踏进来了。他虽然我不是说因为邀请一个亲人觉得有成就，但是却是给我一种鼓励的。因为我们最想见的人就是我们的亲人，或者是我们知道他有状况的人。可是这些人通常是最不好邀约，不好说，因为他们虽然有弱点，我们知道，可是他们不愿意让你知道，我又不能直接的讲，所以总是在那个迂回之下，然后才能接引到他的，这个是要用一点心思。那所以说这个他这个算是我最大的难题，想要见的一个人。然后最近这样已经到这样子，他要上老师的课，我真的觉得我很感动，也很安慰啊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哈，应该也有很多身边的亲人或者是至亲好友哈，真的是可以再次，老师说三次。可是哈，我们一直看到他的状况一直出来，我真的不讲都困难了，就会还是会要找他，还是要告诉他。然后，我觉得终于一天，他还是被我们的超马感动了，吸引了，因为他看了这本书，他才有那个动力，愿意来。不是我多会讲，我们多会讲都没有用，这本书很重要啊。我也相信这每个人都有很想要接引的人哈，那也有失败的经验。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怕失败，以前我很受伤，我会很受伤，现在我不怕了啊。因为在这里这么久了，知道老师讲的就是那么轻描淡写，就是祝福他啊，有机会再开口。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在超马里也可以训练成这样，不容易。然后我希望各位也跟我一样，能够把至亲好友然后接引到超马来，给这些有需要的人一个机会。好，感恩，谢谢。